求助的人伸出援手是最大的善行。There is no greater virtue than extending a helping hand to those in need. 沙特阿拉伯俗语。这句俗语体现了阿拉伯民族慷慨待人的侠义精神和乐善好义的民族品格。扶危济困、助人为乐，同样是中华民族传承的崇高美德。慷慨解囊、仗义疏财等成语与这句谚语有异曲同工之处。